来了，空投来了。 这人想干嘛？我操，这合理吗？ OK， 非常得劲，找点小配件，空投一下，马上来了啊！OK， 差一个枪口补偿机。OK， 有了。 42名敌人，这把他们落地没怎么钢枪，686比1897好多了，知道吧？ 操了，4个人！<笑>
直接完成一传四，帅不帅？非常快的解决战斗啊！也就那么几秒钟吧，15秒一队，没有三级包啊。 轻松搞定，看我躲这个位置多好，哈哈！由于卡窗喷了一下，那个属实是有点帅。空投来了，这。 这就完成一穿三，帅呀！拿下空投补给线，我靠，这不是差点走不了了，差点折在这里，走吧。 毁灭者虽然猛，但是发挥不稳，容易出事儿。你能懂我意思吗？就他有的时候虽然猛，但是呢，他有的时候很垃圾。这个时候你垃圾的话，单人四排，只要你垃圾一次，瞬间小命没了。 失误率也高，这谁敢来的话，直接在房顶上阴他们。<咳><咳>
冒烟了去！这个房顶也不丝滑，有坎呢。带毒鞭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不动了，也可以直接扎中心点。其实，直接过去吧，直接去这个学校吧，因为早晚要走。 早得过，这那里边有人，扎这边。那大学校主楼里边有一堆。 扎这就行，去这个二楼。 拍地儿不错啊，谁来谁洗。<笑>来，我们兜个圈吧。我这个位置比主楼更加清晰的感觉，主楼那边附近有人没法走。27米地的，这把人有点多啊。 来，还有是四十秒说读啊！这个时候，兄弟们可以去加屏幕上面的微信啊。新看主播的可以去领波福利啊！加微信之后回复“福利”两个字，即可免费获得一份福利啊。助理的话会随机给你发，有可能是加州系，有可能是游戏里边的皮肤，有可能是那玩意儿。懂啊，去吧。这时候等圈儿。 OK， 你看，刚才我们在这个位置，得亏来这了，没人敢来中心点吧？都是附近的打，这边有人，这边有人，这边有人，没有车敢扎我。 AWM， 来车了，要扎我，来了，别大眼，别呼吸。
还得有油。为什么一直喝饮料？因为我有一脸儿，把尿打满，知道吧？调个饮料去。谁打的我？闪光弹没必要点。大哥，那个窗户打的，我靠！又是同心圆，学校的一会儿都要过来了，十五名敌人了，就是那个祭坛那边，然后右边有一个，右边那个厕所这边有一堆 AWM 的那边，我们要面对的是这边的人，这个大仓要过来的，就刚才打我们的那个。后边的人来了，我怎么解决呢？就在这儿卡着呗。我已经单人四排竞技模式十杀了啊！哦，他们还得打。我靠，这 mini 点了，点疯了，叭叭叭叭叭叭，连发 mini， 不太正常啊，像是锁起来了。围墙有人，355的围墙，来刷圈。哦，他们还在圈。房里边有一个。
还有两个队友呢？靠，想摸我，直接干掉！啊，去你的！ 这么安静啊！还有7名敌人，我靠！这圈刷的其实也算不错，一会儿我到那个房上就行了。而他们的话，就要经过我这道防线，看他们能不能突破吧。祝他们好运。 我提前到这个房子会被攻，提前的吧。 牛不牛逼的雷？这雷丢的神雷，都叫我雷王吧。 完了，下圈怎么办？6名敌人了。
尊敬大家，单人四排竞技模式决赛圈1v619杀射击，我们是什么玩的，兄弟们？我们是冠军，帅呀、啊！小六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极限1v4，一队四个丝毫不慌，先扔烟，各种丢闪啊！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？把那两个人打到公屏上面，冠军！给兄弟们再送波福利啊！现在任何人加屏幕上边的这个微信啊，回复“福利”两个字，任何人可以免费领取福利啊！买号卖号，然后呢，提高帧数，加屏幕上边微信啊！主要还是人人可以免费领个福利，既然能看到，既能看到完美的吃鸡，还能领到完美的奖品啊！太帅了，兄弟们！丝滑的一批。简直了、哦！开挂都打不出这样的操作，给兄弟们讲一下，哪有开挂这么流畅的？这其实决赛圈是1v6，看到没？就这边两个人，然后山上四个人，那一瞬间其实呢都在对着我，但是呢我其实最猛的还是直接把这个人秒了，这是最猛的一波，瞬间把他给秒了，打后边这个人瞬间秒，这个是最牛逼的。就这一下最牛逼的，不咋还给爆头了。不秒这个的话，其实很难操作。然后这波山上有两个枪线，你知道吧？我这边还不好过，没法过，你知道吧？这波很难受的，风铃牙就得上了。GP要空手啊，拿枪还不行，很好。好，秒掉两个之后，我就知道要1v4了，因为这山上的话半天没响了，半天没下来，我还以为不是1v4呢。从这个人的包里拉了两颗闪进来，然后想准备卡视野，但是对面雷太会玩了，压了两颗雷，知道吧？我赶紧跑。好，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劣势了，按理说就已经死了，但是我有烟，封了两个烟，堵住后门，打前门就行了，因为他们可以从后门出进啊。好的，开门还不进来，很会玩。好的，找到第二次关键。OK， 这个时候有一个失误点啊，不知道兄弟们有没有发现，这一个白，
白到了，但是没打中，这个其实就是有点失误。白到了，但是没打中，全没打中。这个时候我就已经劣势了，我就感觉要完蛋，只能追人了。这其实都是有烟的。好，这个时候就他们会赶过来帮忙。好的，第四个人骗雷，这个时候我要冲过去，他也不会冲过来，他搁这卡位，一个白，最后一个白解决了他，这个白非常关键，白到之后我就有优势了，直接给他白到了，白瞎了，看到没，白瞎了，这个是。好，最后一个他也不出来，看到没，也非常会玩，但是我看到他枪了，骗雷，用烟雾弹拔环的声音骗他出来，知道吧，先上子弹，然后再骗雷。拉出身位一下，假装骗一下，让他看到我的芭蕾，加上芭蕾的声音，瞬间收回来拿喷子，他绝对要出来打我，因为他认为我在丢东西，他绝对要打我那一下。结果其实我没丢，准备喷他，一枪两枪都不用开，直接拿下本场的冠军，帅的一逼。别说了，感谢小诗的飞机啊，谢谢。那肯定得幼稚杯呀、啊，马飞，继续，兄弟们。这把沙漠的话我们还没钻沙过，裤子给我，6-7不是25吗？上马占了17个，兄弟们，这把30个起步啊！就赌场就完了，还能多过，还能抢过我们咋的？这个这儿，我没枪，我下来了。我他妈捡了他90万。楼上倒了三个。你们人哪去了？我操！楼上倒三个，你们人都跑了。我拉了他90发子弹，没拿到枪。哦。被人他们端了个16，他没枪，没子弹。你们这想象力都不行啊！完了，人头都够抢了，我操！好，抢我一个，先干他吧，他抢我人头，走。干，先干了，老走走走。我就一把枪。无所谓了都。等我打饮料，打满了，全他妈16了在里面，操！我也是16啊 ，DBS 还不够啊。
上，我先来，怕你们不行。是他吗？他 ID？ 我不知道。 不知道，没有，是他，没哪，他妈哪有人嘞？走吧，快快，冲，坐坐。 我看他捏了一下，我以为他不会爆呢，但死前爆了个雷，看到了吗？操了！举报了啊！不服队友，不服队友，真不好啊！不幼稚啊！服他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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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啊！哈哈哈哈哈！陈军馆还有呢。哦。大菠萝来了，兄弟们。一号是柚子啊，三号是副队长皮皮啊。 走，头上。 上上上上上！帅呀！他妈的，这远喷不到他呀！我操，这把倒的有点频繁，不会我们都在一起？蓝楼也没了，红楼也没了，水晶光也没了，没人了。 拿两种子弹啊，兄弟们，两种枪啊，休整一波吧。 人多着呢，快快快，走走走！别急，别急，别先上把压实了，我们不要实。那是只有的打不对，走。走走走走。我开车，这图我开车，你俩枪，我蒙的。电厂绝对有人啊！ 苏克布雷，那个位置是他手捧雷，知道吧？就是他死前捏了个雷，我们去铁砂包的时候，那个雷正好在他脚下爆了。
把料打满，前面烂尾了，可以直接撞，过程中我可以在两队人就可以滑。 哎，对面倒了一个没死，其实没死的，对，其实没死完，应该在那个烂尾楼，我脸上一个，别管他呀，别管他，过就行了，再倒了，出去，别跟我在一起。 就他一个了。来车了，山脚下，知道吗？这儿，拦着。对，刚才是有一队，别急，调包吧。我试倒了，我操！不过现在好像被打倒，好像不会掉血那么快了。 知道了个屁了，拿个这个吧。他们吉利服的刚刚。 山顶，顶上。 看到了，不点这个位置。哎呀，又打我，两个以上。我可以架。不行，我好像。咱仨一起冲得了。一起冲得了。我就拉。 走，柚子，两个都在顶上，看到我们的，好像就他俩，看到你俩的，知道的，小头，九八 K， 跳，另一个残血，打上药了，一枪都死，黄头那个一枪头，两人，我炸他。 炸的这位置，耶，过不去。我架九八 K， 顶敌人了，来嘛！这家伙不敢露头了，妈的，敢露头！操了。OK， 这个空投得捡。火力全开，662，兄弟们已经杀了16个了，兄弟们。 过瘾呀！我来这，我来后卫，我来后卫。你俩坐后面不完了吗？我对，二号位离得近，知道吧？大菠萝必须得近点。节奏必须快呀！我们三个可是顶级高手，一般人做不到这么快，知道吧？看起来节奏很快，是不是？哗哗哗哗哗干，所以我们不需要沟通，干就完了。稳点是不可能的。
没捡，蒋姐，停这坡打吧。走，继续，这不能停，顶过去，走。 撑右边，然后站好上房得了。撞开，撞开，没来撞开啊！撞开。还有。你往哪儿瞅呢？这柚子，你往哪儿瞅呢？谁知道人家呢？<笑>自己单挑打不过，还往哪儿瞅呢？什么玩意儿啊？我他妈不知道人在哪儿啊，兄弟们！我寻思你过来都死。<笑>你他妈单挑打不过啊！我还吸引火力，真拉呀，这个死丫头！我没血，你个逼！他妈嘴硬啊，这个死丫头！人家打我。 飞机又来了，哎，干他呀！不干他，他在顶上呢，就是狙他，右点他没空狙他，顶上。看他几个人，下去了，现在下去了，顶上没人了好像。 这完成三穿赛，不是，牛不溜呗，兄弟们！太帅了，兄弟们！走，空投，来车了，坐上。呱呱呱呱呱！小心这个树停了，有问题，下向。倒一个，就一个，还有一个往左了，没救。 没救，没救，没救，没救人，往左了，没救，没救，还没救人，往左了，没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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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两队，我操！这另一队那个是，那是另一队，我前面还有一个呢。对呀，另一队我喊了半天。倒一个，倒一个。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我这边也死了。这边是死了。对对对，后边也死了。就两米地了。两个了。接着是，还有两米地。 快，我知道那两个在哪儿，快！走走走，撤撤撤撤撤撤！又毒死了一个，哎，那他妈的那些人都滞雷了，快点的吧！这不是一打四的，三打一了，砸到他。
目前只剩一个人，全是他了，兄弟们。月底直接阶段式直接吃鸡，他妈省事儿了，十几分钟吃鸡。 本来要30分钟的，哎，他毒，他害怕了，兄弟们，他直接把自己给毒死了，我操，都杀了几个，这接完之后三人四排竞技模式，叱咤世界，一会儿出去看总决赛，兄弟们，我们是什么玩了？我们是冠军，人家不。 人家都不打了，对面都不敢打了，直接自杀了，知道吧？知道我们多猛了，直接自杀了，<笑>他们害怕了，直接弃权，世界段世界，我们是冠军，兄弟们可以，这本来也是应该去都去找车的，知道吧？你跑那过去干啥呢？跑也跑，跑没车怪呢。 哎，感谢他爸爸的办卡。拿三个国王可以一起。哎，国王，我有了。 最后那个人可以给他锅使。我的意思，三个甩锅王。<笑>哦，甩锅王啊，大，<笑>甩锅王啊。直接，<笑>他本来就能甩。<笑>走走走。这边人多，跳爬拉车，爬拉车比中心点人多。 武林三大高手到齐，兄弟们！开局啊，开局！ 可以巴沙吗，兄弟们？<音樂> 就算你醉杯，别流泪，伤心更不应声。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。这儿，回来吧。行，跳中间也行。我操，有人。中间老多人了。 这个头就得玩大菠萝，有大菠萝吗？有，我这有。对，这头必须玩大菠萝，不知道为啥。
上呀！等会儿我，别急别急，这第一视角没在这儿，你们仨光有啥用啊？来来，等我。大菠萝在哪儿了？那个炮楼上，蓝标那个。不吃不吃，打走，来留着。操！ 大菠萝呢？副队长，恶龙啊！在那个三楼啊，在那个三标啊。走吧，走吧，走走走走走，哪有人呢？大胆一点！到你们了，到你们了！哎，355，还有一个355。 上面，那上面一个桶子后面，两个，再炸我呢！我靠！好好，他们一队的。别的这个贼团，一枪吃。打呀！开枪的，一枪。在哪？右边。趴地上。 一个，哈哈哈哈哈！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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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了。全杀，我们是帕拉特霸主，瞬间结束战斗，清空战场。整点枪玩玩。我靠，这枪在扔地上会发光，兄弟们，真神奇！ 我想回去捡那大菠萝了。一场两个雷，我这儿。包里俩雷，我去开车。空投来了。哇！走啊，走啊！ 靠，连发现都找不着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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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柚子副队长还有橙子兄弟们，八月要不要？ 前面有人，停了，直接干了。好了吗？这个车吗？车不是，有房子还有一个，高楼还有一个，给你标点啊，就标点高楼。队长，让摸过去。
过不去了，走吧走吧，副队长，走啊！别干他了，他他妈躲在里边了。 没车了，没事，我们来接你。你知道脚步了？我俩直接扎过去得了。二楼，一楼，中间门。来。 来一个，都是队友，来了，龙爬，龙爬，还有俩。 进房了，完了，冲了。那98K 没倒，差雷了。你打倒那个在哪儿啊？扶人的吧。冲的，三冲二还不能冲啊？ 我小心！啊！哦，直接完成三穿四，兄弟们，帅呀！看咱们这四排打的就是干净利落，杀人就完了，知道吧，兄弟们？中途来了，走吧！走啊！这三个人也得够甜，我估计。走啊！ 爆三个三级头，这一个空投，哎呦，老得劲儿了，我不要点啊，差不多了，二保一打法。<笑> 飞也完了，副队长。没人，开铁。 M73柚子，狗都不玩，你玩吧。 我操，200 M73，我也来一把。箱子里面有 M73。200，哎，里面有针呢。 走吧，没发现啥好货呀！直接咱们冲往中心点，去这也行 ，timing 那，timing 那感觉不行，再搭野战吧，这野外找人吧，这野外找人，这野外消防你好打一点，那防区里边我操，怕被阴。
传承找人啦！一起走，一起走，一起开车，一起找人，妈的，撞他就完了！哈哈哈！移避的啊，兄弟们，见人先移避的。OK OK。 队长，标的路线很好。我操，下好枪！走啊走啊，这还找个屁！这不就招呼我们了？一支穿越剑，三大高手来相见。呵呵呵，看着啊，这队人必死无疑。看他们怎么死的。 在哪儿打的呀？他真是在野外打的，没有一个防区啊，兄弟们，一边来就完了。打起来了，算了算了，慢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打起来了就算了。哦，那两个小房子，前面那两个小房子呢？这个。 发现，给了好多人。哎，可以到我标点那个位置，到我标点那个位置，不要冲右边打，冲左边打吧。有人，有人，有人。还有，还有，还有。没死完，没死完。 全杀全杀！空投空投，坐下来了。你补的那个呢？我捡了，捡了子弹。来车了，来车了，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追追追追！上上上上，右的。我脸上有人。前后夹击，我操！ 后边还有一个，后边还有一个，我炸死了！我一连三响啊！后边还有一队，树还有一个，一个一个一个，过来了，没枪。哈哈，我得长点屁了啊，兄弟们！ 他妈的，跟人家对手，人家大菠萝。石头他妈四个人，你跟他是四个顶墙，你怎么感觉呀你？你四个，我下车的才他妈。浪呀，真浪！干他！一个。你急呀，招车，移他去。移他，移他，我搁这等他，他一起上。 独木出击，好了吧？中了就是我，我俩人。收到，收到。我操，这人怎么那么多呀？带我，带我吧！我打混战。
995了，二十三了。走，捡包，别走了，捡包，捡包。我们已经少了一个了。杀的我好累呀、啊！我操啊，兄弟们！ 这石头我最后那个这个人是我杀的，我还给他一雷，我还拿了人头呢，没死完。来车了，来车，趴手了，后边还有一个。 撞我，我不敢趴呀、哎！没子弹了都，胜利者的奖励啊，还能捡个屁，我们都满配了。这就是默契。有多少子弹了？ 过来了，哪有人啊？哪有人啊？蓝箱子，蓝箱子，摸到这蓝箱子，救人呢！救人。但是箱是吧？那个。可以雷。这个。对对对，棚那个棚，那个棚，谷堆儿。别急别急别急，有人救救吧，这他妈人太多了，受不了了。哎，棚子你架着吧，我去了。 我就掏他屁股，哈哈，可以，老有意思了。 过来，来我这儿。你先在这远点，狙击吧。倒了，来倒了，标点，标点。你旁边，这儿蓝标倒了，蓝标倒了。哎，人头被 K 了，你们俩的。没有，没被K，没跳助攻啊。过来，我这是个，我雷炸地方，你。 到了，慢慢打，慢慢打，我打药。好，倒三个，中一个。来，一起倚他，我上子弹，三秒钟上车。我也在换，我也在换。来，走你的。操的！ 这儿，后边，草里，撵都给他撵死，上面左边。OK， 直接拿下二出恩四，兄弟们。<笑><笑>赶紧去，打起来了，快点儿。走走走走走走。29杀了，我操！ 35杀，你有车吗？有车吗？哎呦，爆了！全是残边。走走走。后面两个，山上几个，山上四个。没车怎么上哎？这有人有车吗？11、13、5等于多少，兄弟们？11、13、5等于多少？这有车，他这有车。可以开吗？这个车可以。盲区里还有。可以。11、13、5加一下，直播间的铁子们。29杀了。 人呢？
哎，我的子弹。嗯，来点填包吧，补给一下。这个图太爽了，因为这个图车快，你知道吧？哈哈哈，这少不了被别人扫不了我们的车。 两个，防区四个，横穿，哪儿？没了，划线。中间点防区。那个肯定在这儿呢，肯定在这儿呢，就那个反斜，我划线反斜，两个人。然后山上可能是四个。我去直面看看。带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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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带我。有车吗？我没来啊。哦，那啊，哦，还有一个吗？那儿。 OK， 你到这儿看看，你往那边瞅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看到没？两个呢，后面这两个人。打他呀！标点，给个标，给个标。蓝线伏地了，干他得了，以他得了，弟弟，能不能移？走啊！在哪儿呢？标点啊，来个点。 蓝线，蓝线，蓝线，在找他弟弟头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两个，两个。哎呦！这他妈哪儿呢？刚才开过来，开过来的位置有一个，右子开过来，开车了，开车了，开车了。进屋，没油了。没油了。我说我他妈撞他，撞开不了。我要拐过来撞他。 轰了！停哪儿了？那不是车吗？就是这个吗？前面，开！你等一下，打他！你这远打不到。哎，不能停！不行，不能乱搞了，不能乱搞了。刚才仨人的位置。 二打四，下车，下车，下车。脸上有两个，拿到左边那个位置好了，卡车。左边有人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吧？我们一起去，你去不？ 肯定有老六，右边。过后吧，不能在卡车后。哦，这边敌人，别站，也没武器。七个手榴弹。不敢过去。别着急，就是原地等呗。到那地上一趴都看不见，怎么打？左边人的。 你往右边走走呗，橙子。我听到他了。树那里，往左跑了。跑了，跑了。毛都看不见。你看。你往右去应该能掏一个的，对。 去帮他得了，伏地魔哦，打不到啊！操！哈哈哈！哎呀，不想打头，死了！应该你脸上三个，橙子。我就不应该打头，就打四个。两个起步的，他脸上。会爬上去吗？ 我在边，我在隔壁的一个，有一个，
没听到他，听不到他。哦！哈哈哈！几杀呀？我操 ！PBS 5个，我杀，你也是5个。15+15+5=34分，54杀时间，兄弟们，我们是。 冠军，我操！全场杀了50个，兄弟们，一共60个人，杀了50个，什么概念？我们是什么玩的？帅呀！太他妈牛逼了，对吧？50杀神机，我靠！全网最高击杀，从头杀到尾，视角盛宴。 给兄弟们送波福利啊！现在任何人加屏幕上边的微信回复“福利”两个字，免费领取福利啊！任何人只要你加微信，就可以免费领到福利啊！有可能是加游戏，有可能是皮肤，有可能是耐玩，有可能你懂的都懂啊！加微信领就完事了啊，兄弟们，我们是冠军，太牛逼了！给你们看看结算的画面啊！ 来，1500伤害，1500伤害，加500伤害，太牛逼了，哥太牛逼！柚子呢？进来啊！ 打街机就没啥意思了，咋的？你本来就没啥意思。我们上个先磨合磨合，别急，兄弟们。先磨合磨合，然后再整新活，还没磨合好呢。这把有意思了，兄弟们，学区房。 今天我这还一把没打过呢。我，你俩换号，不需要换，照杀。这个死的太快了，换一个他们都不打架，老好玩了。 一样的，没有妹子，那你自己找妹子去了。过两天开陪玩店啊，来我店里点陪玩。走。高一吗？高一呗，上个这还不高一？ 行不行呀？不是有你在吗？嗯，我们就随意一点啦。<笑>没枪。有一下，有一把。<笑>其他人呢？没看，我在盯着这里。
抽。这边我没有，我去那下边，去那下边，这边没有，去那下边。哎，右边有，这个都有。过来给我。刀。过来给我，过来给我，过来给我。耶，丢脸。里边呢？还有。车二，车二是什么玩意儿的？就是前面那个，他去了，就这楼梯口。别急，等我。妈的，连个助攻都没拉着的都。兄弟们，这我这么补人正补着呢，我先拿个助攻吧，一啪嚓全死了，兄弟连个助攻都没拿着啊。没事，有的是。走吧。阿桑有人抢枪了，走。手没劲了，我操，兄弟们，按不动了。哇、哦。没事，明天再来。反正这两天下雨，出去。你出去干什么呀？你是不是面见哪个粉丝去了？啊？吃饭。出去吃。过年出去吃饭。过年了嘛，跟亲朋好友天天那啥嘛，聚聚，知道吧？我操！你不自闭男孩吗？你还有朋友？这可拍你了！拍你了！给你他妈一刀头！给你来一刀！阿叔，你这不行啊！谁敢当你朋友？你那背后插刀，我操！捅刀子你！镜头来了。最后头吧，去拿那个车得了，去拿右边车得了。掉了。穿仓早日乱杀。现在开始，从这个空投作为起点。左边有人啊，先去捡空投，不管他。别露头，要以为这车里没啥人，后面有个车跟着呢，别露头。他车上反正有人露头，我看到了。天，我就晕他，你们天。他要移我们。哦，上海还有一个，没了，不是两辆车吗？三个送人头。哎，这三个人都我杀的，舒服了，兄弟们。啊，两把步枪这就是好啊，这把打完换那把。子弹呀，走。换 M4 吧，两万。给你，弟弟，给你100吧。外城这边，绝对有。外城 S 城绝对有人，去 S 城。
外伤还只剩。外层有人，他不来捡骨头啊？他看不着这些人。你去 P 层不靠谱。好了，兄弟们，不看他们三个杀雕了，咱们单排吧。单人试排吧。噔噔噔噔。感谢不是熊猫的狗熊的麦卡。外城到底有没有人？不是我们吗？是我们，可以这么理解。但又不是我们。12点嘛。到点了，上班。开始表演。单人试牌啊，来个落地一圈四给兄弟们看看啊，给兄弟们先来个开胃菜，来个餐前小凉菜，简简单单来个一串是。有妹子，我操！这三个人也太他妈下饭了，这还有个妹子，我还听到有个妹子啊，哈哈哈哈，这三个人，我操，这今天这敌人有点猛啊，兄弟们，有点打不过呀，看起来，有点牛逼啊，敌人很是强劲嘛，给哥们整的都不会了，往你身上蹦啊。这妹子浪叫，我也听到了一下啊，她这么叫的，不过很好听哦。到底有三级甲吗 ？OK。哪有三甲的？
楼上一个，楼上一个嘛！哎呀，天湖开局，我操！结果我也是他们其中的一员，我干！哎呀，这把多么简单的，没事，把简单，我已经找到了简单的技巧了。他们完了，哎，都怪我穿了衣服，穿了衣服他妈不得劲儿啊！ 我的发，开胃菜，感谢孟凡的办卡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又是沙漠图一样的，还就是啊，有感觉，有感觉。 橙子有没有懒觉？怎么玩的？我现在睡眠时间一睡一次觉需要10个小时，非常难受。以前都是8个小时就完事儿了，现在每天睡10个小时，非常痛苦。 这把的装备没有上把好啊，上把 Barry 加 DBS， 楼上有大逼死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 没事儿，这儿也有，这儿也有啊。
运气来了，挡也挡不住，丢失一把还有一把。哎呦，感谢我起子哥哥的飞机，谢谢起子哥，欢迎起子哥进入直播间，感谢起子哥哥的大飞哥，么么哒。 这就完成一传四，先给兄弟们来个一传四啊！卡好你的点位，杀人就是如此简单哦。可以，装备也来了，老伴也来了，什么玩意儿都来了。 实在有点不够嘞，现在又得用了10多发，来了，还有2个，3个。 进我房间是吧？主动爬进来，这完成，再次一村是一村八呀！是啊，呵呵，自己爬进我房间来了，他应该不知道我在这房间里等着吧？ 捡骨头去啊！
我也想李萌啊！这个圈中心点，就那个烂尾楼吧。 哎，空投，我靠，正好在烂尾楼，这谁顶得住呀？我咋还没人捡过？哈哈哈哈 ！AWM， 你说这事儿闹的。 不是听说的就是嘛，马格兰。哦，对啊，我们可以玩三枪流哎，其实也不必要舍弃一个，可以把大狙捡回来，然后射完再换枪嘛。 三枪流，你过去拿狙那样的，你得支棱起来的，不拿狙爽一点，拿狙近战干不了枪，就是。 一喷一句单人试牌，还有 27米DJ， 车也开上来，车也开上来。N6背景来了，来几辆车，哪怕我用狙打不着，他打两下子是吧？也别让我不要遇见人呢，遇不见人多难受啊！
这把我看你的手感来了，对，这把是吃鸡局啊！哦，来车了，啊，可以用我的大狙来消耗了，打到了，冒血了好像。 打到一下身体，还要干我！妈呀，看人家这小脾气！ 哦，他被干死了，他就只有一个人。可以了，该走了，大局扔了吧。走。 这上面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很好的地方啊，这把主要是有个三级塔，嘎嘎稳健。 哎，两个空投跟我们没啥关系，两个空投跟我们是一点关系都没得。这把是防区圈最好，但是这个防区，它很多大仓，一半的地方都是空旷的地方。 这边还有人有妹控。
厕所有人，哎，这咋办呢？他还把这俩人杀了，太空旷了，摸不了。 干嘛？他跑过来开车了呀！我操！你这不把我当人呢你啊？跑过来开车了是吧？我靠！妈的，还有这种好事？好，队友都过来吧。 过来帮忙啊！哎，又来一个！哎呦，这么有。